者曾文荣台北报道，许维恩 KID 分手带戏拖棚一个月，目前演到许维恩爆出无缝接轨新婚，同门师弟吕瑞，于是网友开始办了案，发现吕瑞从去年11月起就常发文向许维恩告白，疑似当时就陷入热恋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吕瑞本月18日被直击与许维恩一起搭机前往杭州，他拿行李时还不小心敲到其他旅客，引起不小骚动。吕瑞从去年11月起接连奔向有些句号，留下温度是暖的，味道是甜的，我相信童话里的美丽爱情故事是真的，努力吧，因为你我和期待的关系越来越近了，风大雨大的时候可以为你遮风挡雨。从许维恩 KID 在去年月分手时间点来看， KID 貌似绿了。对此许维恩经纪人博士有时磨平正说，他们一起搭飞机没有照片，我为石磨要回答这些莫须有的问题，并强调两人只是工作上的朋友，有拍到证据才会回应。 Kid 就许维恩翻摄自脸书，吕瑞从去年11月起就常在 IG 发文，翻摄自 IG 吕瑞从去年11月起就常在 IG 发文，晒出疑似和许维恩左的剪影照，反射自爱记。